二妈。哎，小王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奶奶病了吗？我上来看一下。对，奶奶腿不好。什么情况啊？奶奶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就是睡了一觉就腿走不了路了。那你没去看吗？没有，奶奶不让我去，她说她不去。不去啊？嗯。那奶奶是什么病？以前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我们应该是得风湿了。风湿啊？嗯。啊。啊，干嘛的？过来找阿志摸的。啊，辛苦了啊。没有没有的。啊。刚刚那个男的是谁啊？那个呀。啊。那个是我表哥。亲表哥。亲的。啊，那还好，那还好啊。长得挺帅的啊。他现在奶奶在家里面啊？奶奶在家里面休息呢，她还走不了路。那什么时候回去啊？马上完了，就说完这些就可以回去了。这样，那我帮忙一起干。没事，我来嘛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今天从早上搞到现在啊？对，这个要早一点弄完，然后快要过年了嘛。这个。不会下雨的吗？不会下雨。那你还两袋啊？那两袋呢？没事，那两袋我要背回去。那放在这里，明天慢慢背嘛。先把这两袋背回去嘛，然后明天也轻松一点。这我来背嘛。没事，我来背，你背不习惯，你背不动。背这一袋嘛，我背这一袋嘛，好不好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啊、要这个筐子方便一点，我来嘛。先生。慢点。这个我提嘛，我提。哎，二妈，啊，那边来。没办法嘛，农村都是这样子的。哎，真的很心疼你啊。没事，我们回去吧。那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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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背，我来背，我来背，我来背。哎，来，慢点。我来背，没事没事。没事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换着背嘛啊！我背得动吗？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累，对不对？那你来试一下。嗯。快一点。好的。哎呦！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啊？这个太重了，太重了。没事吧？估计我的脚，估计我的脚被崴了一下。啊，你这里，就是。好痛！你揉揉嘛。别重吗？有点疼，看一下，没事的呀，开玩笑的呀。你们逗我玩，真的是。来，拉我一下。啊，要不这样吧，坐下，我们两个聊聊。啊，坐下，我们两个聊一下嘛。好累，我休息一下可以吧？可以。来，那个夕阳漂不漂亮？挺好看，没你漂亮。腿没事吧？没事啊，真没事，没事没事啊。那就好啊。小王哥，你说我奶奶的腿，她每年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有什么办法能把它治好？你们有没有去检查？有了，医生说没什么问题，就是年纪大了嘛，然后有风湿，每年到这个冬天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没事，走吧，去回去看奶奶在干嘛。好，那慢慢讲嘛。最后吧。背后啊！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又没什么的？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？奶奶太累了，给她买一点啊。没事，拿出来吧。你每次来都买这么多。没事，应该的嘛。哎，又没什么东西，拿出来。快点，我好重啊，我背不起了。好。哎，我来，我来一箱吧。没事，我来嘛。来来，那你还有水果？不用买这么多的吗？没事啊。小心点啊，小心点啊！小哥哥，小哥哥，来，打你一点，以后不要太累了，你看你做的活太多了呀。因为他这几天干活比较多，但是也没有办法的嘛，我爷爷奶奶养了十几头猪，还要喂，不然的话就，马上就要卖了嘛。妈妈，
阿妈，你怎么？你要背吗？嗯。啊，慢点，慢点。没事。怎么都要背出去的、啊？哦，我。对对。没事，我。奶奶腿不方便，我就这样背她出去了。啊，慢点，慢点。要站在我的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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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这个痛痛啊！嗯，没事，明天就好了啊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感觉奶奶都瘦了，你看你都瘦掉了，你都瘦了吗？我妈对呀，而且你这阿妈是吃过了，让我穿的。哎，我奶奶说这件衣服是你。锁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着？走掉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，一夜一下子变老，爱怎么能消失掉？